就是这一场你不是 MVP 吗？两球都你踢进的，借我录一下。你看你这样一开始乱玩，你还能赢？这个是你豆豆，你说我拿，这你刚玩的，你现在你在这里对不对？哎呀，你看起来很烂啊，你怎么会 MVP 然后又赢？我是在很后面才开始看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哎呦哎呦，好强哦，好强哦！谁？你呀、啊！你直接打过去把两个人打死，踢进去。很会找破口，你死掉了。这你怎么一直站在这啊？是坏掉了是不是？你为什么是敌人呢？对啊，敌人是站在干嘛？我哦，超强超强超强，烂神超强，一个人打三个人打死，我两个人。你说我刚才打一次把两个人都打爆。对对对。他们两个也太笨了，就站在一起给你打。你那大绝飞过去就一次两个人的血，就因为我刚才用那个能力。哦，你剩一滴血，你剩一滴血，一滴血。哦，他冲过去，我厉害，会走位，超强的。刚才他。